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美，所以我一直硬把它学下来。当然，一直是别人的旋律也不行，所以要连自己改的一点改。那《蓝雨情歌》这首歌，它的历史其实是，它其实是一首妇女在唱的歌。那妇女替丈夫出海捕鱼，或是男人出想出海捕鱼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意外。啊，那个意外可能会让他的先生、他的男友没办法回到家，就是很久很久很久才回到家。啊，妇女们呢？就是在家里等待的时候，就是在家里工作，在外面工作的时候，就一直看着海，然后等着丈夫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让我等好久，这样。所以，其实这是一首妇女的唱歌，听听看。
Thank you.
啊。Yeah.